交通事故部分，伤心驾驶他是驾驶物流货车型冲撞手机行店面，造成两间店面受损，以及手机行内的顾客及行员大约五人擦伤，但并无大碍。伤心驾驶他声称是行经该路口时因一时恍神未注意前方为三叉路口，那不慎冲撞店面，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值为零。本案后续会交由保险公司处理相关的理赔事宜。那本所接获交通事故报案后，迅速到场处理，并实施交通疏导及协助通知救护车，然后将现场轻伤的民众就医。